英国一只小狗跟着主人一起到海滩游泳，但一直没有回到岸边。小狗的主人担心它迷失在海上，向当地的海岸警卫队求助。没想到狗狗在海上迷路三个小时后，竟然奇迹的被救回。这只小狗是一头史宾格犬，名叫欧丽。据搜救单位表示，幸好当天海面风平浪静，能见度良好。搜救人员在欧丽最后一次被看见的海域绕了近一小时，毫无所获。在欧丽失踪三小时后，海岸队接到一名划皮艇的民众回报，在南边的悬崖脚下看到一只狗，该位置距离欧丽消失的地方近五公里远。他们马上派员前往，幸好欧丽除了有些口渴的状况，大致良好。大家对于他竟然能独自在海上度过三小时，而且距离原失踪地点快五公里远，都感到不可置信。